耶！咁啊，翻嚟呢集第二次一齐做嘅《兵工上世界城》呢个杰出阿仙奴啦。系啦，咁啊系历史上面嘅第二次啊。咁啊，所以咧个阵容都加强咗，加咗 Eric 啦。咁啊，当然有 Tommy 啦，同埋小弟文杰啦，咁样样嘅。咁啊，我哋呢个阵容都阔别咗。都好多年啦，三年啦嘛，系即系都四年啦，四年啦 ，OK， 啊头尾计四年啦吓，咁啊咁啊大家当然知道啦，我哋咁样聚首一堂咧，梗系啲好重要嘅话题啦，咁啊所以要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啦，或者系交流一下啦，咁啊就系云家先生啦，咁啊终于都宣布咗咧，就系教到季尾就会离开阿仙奴啦，咁啊听到呢个消息咧，喺我自己心目中就觉得啊，好似系等咗好耐嘅一个嘅说法吓，咁但系等到啦。嘅時候自己又係難以接受嘅，我自己個感受係咁樣啦，亦都今集裏面就圍繞住雲家咧去講曬一切我哋嘅感受，或者係普遍外界嘅感受，或者係啲陰謀論啦，或者大家都唔知咧，好想聽到嗰啲嚟緊最好邊個做新教練啊嗰啲咁樣啊，當然即係呢個新教練嘅角色。都是值得去探討一下的。OK， 咁啊，先講一講啊，不如咧就係啱啱一場嘅英超聯賽咧，即係雲家宣布咗啦，季尾離開之後咧，就對韋斯咸嘅主場嘅一場賽事啦。坦白講，呢場賽事個水平咧，喺我心目中嚟講咧，就水準以下嘅啫，都係。雖然係一場大勝啊，我唔知兩位或者係期望都係比較低，即係以為雲家會走啦咁樣，大家球員會搏老命去踢啊，咁啊會踢翻一啲爭氣波咁樣，但係上半場有啲好立啦，跟住其實你話嗰場大勝其實係表面上兩隊即係唔值個大勝嘅，但係唔知點解咧就俾佢有即係平平文文最後入到去四比一咁樣。咁啊，亦都有一啲令我幾失望，就係即係球迷以為會嗰個球場嗰個氣氛好熾熱，但我又感受唔到，又見到都仍然有一啲空位喺度。係咯，明明話啲人已經係即係上網買飛啦、炒賣啦，咁以為塞滿曬，我又覺得唔係。即係點解我唔同咁咧？我睇到嘅嘢係現場，我聽到啊啲 background 嗰啲聲係，我覺得好似啲球迷不停咁喺度打緊氣喎。雖然坐係真係坐唔滿嘅，但我又覺得好似不停都有啲聲係有啲掌聲、歡呼聲。我覺得上半場甚至乎有一段時間，其實韋斯咸個打氣聲係大過阿仙奴。去到尾段真係去翻到二比一啦、三比一啦、四比一，先至你就聽翻多啲嘅聲音，跟住你見到雲家啊或者啲球員啊，佢哋都多翻啲笑容。其實整場比賽我係完全覺得好似未有預期嗰種。嗰種熱血啊！我就覺得我睇到上半場嗰個形勢係球員想做嘢嘅，佢哋個精神面貌好似想逼多啲，做多啲，跑多兩步係有嘅。不過就場場都有嘅，力有不逮啊！即感覺上係佢想做，但係做唔到。但係我覺得起碼前場緊逼係緊肉緊咗嘅。或者咁講啦，一嚟都有後顧之憂啦，要保留即係搏半場咁，呢個係理所當然嘅。但係你話成場波。大部分時間有一種無力的感覺咧，咁其實又見怪不怪嘅。今季嚟講咧，實在太多，即係以往可能一季得幾場，一啲表現比較差嘅賽事，唔係話沉，即係唔係話對韋斯咸嗰場差，而係一啲比較差嘅賽事，可能以往一季你揾到幾場咁多，哇！而家唔係，場場都係咁滯。而家今季係揾到邊幾場真係睇得出色嘅啫，即係啱啱倒翻轉嘅。咁所以尋日嗰場波嚟講咧。平淡如水啦，即係去到八十分鐘打後就刺激一下大家嘅情緒啦，咁樣啦。咁啊真係冇乜嘢特別好分析。我反而琴日黐線啊，咁啊諗緊咩咧？因為對方個身仔中堅懷斯咧，咁啊喺即係當藍斯就攣個波出去嘅時候咧，藍斯事後都講話佢其實真係想交俾奧巴美揚嘅，點知咧阿懷斯自己就個波嚟到嘅時候食正個位噶啦，佢都縮低個頭。咁啊，奧巴美揚又醒啦，咁啊，即係你掂嗰下又可能唔知會唔會越位啊，或者係可能改變咗個方向反應入啊咁樣。我即刻居然咧，我黐線嘅，我上網 check 下呢個懷斯係咪同阿 Pat Wise 咁關，即係好似做嘢咁樣喎。唔係我傻咗啫，即係當我傻咗，即係係有黐線嘅嘢。咁啊，但係嗰個波我只係覺得唔知咪奧巴美揚喺後邊可能嗌一嗌。干擾咗個後生仔，即係可能話有喂，即係可能。但係我明顯，我直覺覺得奧巴美揚嗰一下佢係特登漏嘅，即係佢係故意漏嘅。佢絕對反應係好快，個反應係即係其實佢可以做多一樣嘢，但係佢嗰個反應係故意漏而逼到個龍門。
係啊，好明顯嘅，咁呢個都係功價嚟嘅，都有功勞嘅，呢個多即係助攻嚟嘅，關佢事，關佢事，助攻嚟嘅呢個係。咁跟住第三比一、四比一嗰兩球咧，就大家為拿卡石嘅歡呼啦。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就錦上添花啦，即係老實講，冇病冇痛，繼續去面對誒嚟緊迎接馬體會嗰場波。先為之最重要亦都增加佢的信心啦。希望即係呢個射手，你始終都係要增加信心。係都13個入球啦，咁啊算係叫做合格噶啦。今年嚇，第一季算好好啦，算合格噶啦。咁啊，傳聞就其實今屆季初咧，就係已經多蒙特就 sell 阿仙奴就要奧巴美揚嘅，咁雲加就抗拒嘅。嗯，咁啊，亦都馬上因為馬體會決定不買拿卡石迪啦，咁啊即刻出手就叫咗拿卡石迪過嚟。咁啊馬體會要買拿卡石迪嘅原因，大家知道，因為想賣走基三，咁但係因為又唔可以買人，所以佢哋啲人又唔好咁快賣走佢，咁啊所以就變咗大家都唔好喐，咁啊變咗拿卡石迪就可以過到嚟。哇！呢個三角關係啊，佢哋扯嚟扯去。不過再加上埋琴日場波就冇咗奧斯爾啦，即係咁重要嘅創造中場，咁佢可能即係報道就話佢病啊，咁可能就唔知佢病定係流力貨歐霸兩樣都唔知啦。不過就有始終爭咗啊奧斯爾加埋啊韋舒亞又琴日又冇喺度啦，咁佢都成日感冒喎。係咯，即係一個運動員點解會成日病嘅咧？即係雲家都有提及過話佢會唔會係嗰啲免疫力系統係出現咗問題？因為我都唔係好明點解個球員成日都會好似虧虧地病得都幾問啊奧斯爾。佢都好中意蒲嘅，唉依啲唔好啊，越講越遠啦嚇。誒你話如果個別咧，但係個別球員值得讚嘅，咁啊另外我會睇提沙加。或者叫下卡啦嚇，其實佢琴日佢放波嘅節奏其實快咗好多，咁亦都係作為後場嗰個出波嘅重心，其實好緊要。我成日都話，當你嗰批後衞用波嘅能力唔高嘅時候咧，你嗰個銜接個中場咧，個用波嘅能力高與低咧就好影響個球隊嘅運轉嘅。咁啊，冇咗卡蘇納啦，咁而家係下卡負起呢個重擔啦，就係咁樣樣。個節奏做得幾好咯，琴日的而且確嘅，即係所有反擊啊、攔截啊，嗰個去唔去嗰個節奏係做得好。咁琴日又拍住咗個新仔咧，因為啊中場啊艾利尼啊受咗傷，係啦，咁啊要帶住個新仔，咁我睇得出佢同個新仔有少少默契嘅，即係當佢推上半格嘅時候，個新仔好自然拉後。新仔吞咗上前30號嗰個叫咩啊？馬特蘭尼斯啦，馬特蘭或者叫利尼斯啦，最初亦做下。即係琴日即係算係個新上場，又冇乜話有啲咩錯漏甩漏，咁都係做翻啲即係後邊保位嘅角色，咁啊同阿薩卡都可以嘅琴日。啊，佢波底唔錯㗎，咁啊另外夏卡亦都有幾個遠射啦，咁啊當中有兩個射門都係幾近磅，即係中籠嘅，中籠嘅係啊。咁啊希望佢都維持翻呢個好習慣啦，即係多啲禁區外嘅射門，增加嗰個攻門嘅板斧啦。好嘅，咁啊，韋斯咸呢場波其實就真係冇乜嘢好講噶啦，太多個質素係可以值得我哋好慶合合去討論嘅啫。Happy ending 咯，Happy ending 啦。咁啊，講翻雲家啦，咁啊聽到呢個消息啊 ，Tommy， 即係即刻即時嗰日晏晝嘅反應啊！我哋香港時間應該晏晝啦。點點咯？因為我嗰個星期五我喺大陸揾嘢，咁我咧其實冇睇冇留意個新聞啦。咁但係五同期時間咧，就有幾個人都通知我啦。喂，跟住只牛奶仔就問我：喂 ，Tommy 仲做啊？邊個講世界啊？做咩邊個講世界啊？你知好懶啊，好懶啊！跟住話：哇，雲家宣布唔撈啊！係啊，點解咁懶啊你？呢啲後話，我有後話。咁啊，我話哇，咁大件事，我即刻上去睇翻新聞啦。咁我自己就不嬲，大家都覺得雲家要離開係一個意料之內嘅事，但係呢個時刻咧就係意料之外嘅事。咁其實我嗰日同 Eric 講，我話其實我問佢你有冇喊想，我知道如果我醖釀我個情緒咧，我可以流眼淚，但我冇做呢樣嘢，即係個心好唔開心啊。咁唔開心係在於係雲家。即係大家之前做咁個節目啦，或者都有講過佢嘅不足啦。咁但係其實最難過係因為咧呢、這個人咧我覺得佢付出咗對阿仙奴好多，我覺得佢唔值咧咁嘅下場而離開。即係大家都知道，雖然佢話係辭職啦，但係其實佢都係因為即係帶領球隊嗰個戰績下滑啦，俾好多球迷咁樣去唾罵咗幾年。即係我覺得呢個人係喺我心目中好尊重，我覺得佢唔應該喺。即係叫做我唔想個叫個下場或者叫咩臨到過唔到世啊！即係唔係呢啲説話，但係你明白我想講乜嘢？就係佢唔值得咁樣而下走落
走落呢個台，黯然落台啦！我真係好想去風風光光咁啊，我離開啦咁樣。即係佢本身係都係值得要我哋點樣去尊敬佢一個人，但係喺尾段呢一刻，我一路都想佢喂攞翻個冠軍啊，攞翻個聯賽冠軍先至走啊，或者點樣？即係雖然我成日都話走啦，雲家，即係覺得你真係唔得，但係我係心裏面當佢走嗰一刻嘅時候，我覺得佢咁樣走，我係好難過。跟住即係而家只係唯一寄望就係佢可以攞個歐霸，即係真係球員。點解話梅迪薩卡最後聽完一個消息都話鼓勵大家希望幫雲家攞翻個歐霸離開，就係因為梅迪薩卡都覺得呢一個老人家呢個領隊即係撲心撲力啦。雲家自己都講啦，佢唔係翻六日工，佢翻七日，即係日日都搏，即係撲心撲命為阿仙奴。你唔好理佢做得好唔好先，我哋呢個話，即係佢亦都值得我哋去尊重嘅。所以我嗰日都講話，第二朝我見到布隆哥朝頭早神咁早去到酋長球場錄嗰段嘢，嘻嘻哈哈笑。其實我好唔中意佢，即係佢係有個 gimmick 喺度，但係我覺得都俾唔到，我覺得佢有尊重過呢個人。啊！我又冇睇佢哋嗰啲嘢嘅，即係我覺得睇我哋自己都夠啦。做乜啫？係咪先？你都睇下啦。其實我哋都講得好豐富啦。我諗梅迪薩卡個感受好深嘅，因為大家記得梅迪薩卡嚟阿仙奴嗰屆，正正就係我哋大敗俾曼聯2-8啦。即係臨急臨忙，雲家喺最後嗰幾日，哇！突然之間咧招兵買馬咁樣樣，即係佢，我諗佢佢係充分地感受得到雲家當然喺嗰幾日啊，嗰刻裏邊即係受嘅壓力啊，點樣奔走啊，點樣勞碌啊，去為球隊維繫翻一定嘅陣容嘅實力啊。咁梅薩卡作為當時其中嘅一員咧，佢嘅感受可能來得比其他嘅球員都要深刻都未定添。咁 Eric， 我就即係我Tommy話齋啦，即係問到我咁。他問我有沒有覺得想喊，我理解的，亦都有感受到的，即係好像我跟他講，我第一時間嗰個感覺，因為我自己都仲未親身去過酋長球場，我即刻第一時間我玩咩？咦唔係啦，我想買張機票，依家飛過去，即係享受埋佢剩翻嗰幾場，因為畢竟即係我作為一個球迷，亦都好熱愛阿仙奴，熱愛到又會做埋節目。咁其實雲家對我嚟講係一種，雖然我經常都有話佢，即係話佢嘅不足啊各樣嘢，咁但係。老實講，都係一個好似舊朋友、老朋友咁啊！亦都因為雲家嘅原因，你先會中意阿仙奴。即係我係嗰一代嘅人，咁所以我突然間雲家一話唔做，個腦裏邊有多回憶搞翻出嚟啦。即係有樣嘢，無論係兵工廠世界又好，我點解會開始中意阿仙奴呢隊波？所有回憶好似兜咗圈，跟住我喺度諗，佢話想喊，我話哇喊，我明白嗰個情緒，但係我話。如果我真的有機會嚟緊呢幾場波，我可以去到酋長球場去看雲家比賽，然之後嗰個感覺，我想我都真的會有機會攞。我想即係劉力士去到，比如話5月6日啦，主場對搬嚟嗰場嘅英超啦，我想嗰個球場氣氛會好不一樣。本嚟咧有飛，但係咧。要拍攝要開工，去唔到。如果唔係，我就可以親眼見證到雲家喺酋長球場帶領踢英超嘅最後一場嘅主場賽事啦，咁樣樣啦，唔緊要啦。不過即係係啦，依依不捨嘅感覺係最深咯。我自己聽到第一下反應咧，我唔強烈嘅，即係覺得有少少意料之外咁樣樣嘅啫。但係咧，有樣嘢就係咧，不斷。嗰晚成晚無時無刻，基本上好似冇一分鐘停止講咧，唔諗起佢。即雖然唔係處一個高位，好激情、好澎湃、好想喊、好想彈，但係咧好陰滋陰滋陰滋落去咧，都一路係咁諗住。嗰晚我自己即刻都開場做咗個 Facebook Live 嘅，咁但係其實做完之後咧，係咪抒發曬出嚟咧？冇。我嗰晚夜晚翻到屋企咧，咁咧我就自己睇翻做兵工世界嗰啲即係做過幾多集《兵工世界》，望翻咧，即係有啲 topic 咯，大家都係講雲家。有一個咧，又去做封面嘅，最強之人已在陣中，就係雲家都。跟住我睇翻我有一次咧，我就自己之前雲家1000場，我自己做咗個少少嘅 video， 就係播雲家嘅。跟住之後再睇翻，我都覺得有啲百感交集喺度。即係我嗰晚都係唔係好瞓得好嘅，或者我係諗翻佢好多嘅嘢，因為其實我自己。真正睇阿仙奴同睇波，我從來冇換咗第二個領隊，都係佢，都係由頭都係佢嚟。我由1996年即係有線有播英超，我先至睇嘅啫。以前我都冇睇嘅，冇睇英超嘅。咁
所以對我嚟講，雲加就等於阿仙奴，真係冇分別。我未見過人哋換領，即我自己未換過領隊，所以我真係好好感受佢離開嗰刻。我或者呢一種感覺，只有曼聯嘅球迷早幾年會係同等一個感受啦，就係費即係費爵爺嘅辭職離開啦，咁但係唔同嘅就係佢喺個高位離開啦，爸爸。即係但係就雲加就比較就掙扎一啲嘅呢一個位嚇咁啊。咁啊，令到我哋呢幾日，其實去到而家呢一刻，我都係不斷係咁諗住雲加嘅嘢，乜嘢都好啦，我就諗住雲加，即係冇停止過嘅。咁我諗呢一種就係一種真係好深刻烙印嘅一種嘅，當係一個老朋友嘅感覺。我係為佢舒一口氣嘅，即係因為好老實講，我諗 Eric 啊，我啊 ，Tommy 啊，我哋由我同 Tommy 開始夾12年嗰屆啊，係啊，11、12啊，開始做。阿仙奴球迷天地，阿仙奴球迷天地到而家即係衍生個兵工廠世界啊，傑出阿仙奴啊咁樣，咁多年嚟咁多個節目投俾7、8年啦嚇，即係嗰個咁喺依個時候裏邊，我哋有多少次大力力陳痛斥批評雲家，甚至乎嚇我哋嗰啲咩？落嗰啲咁嘅金句8年無冠嘅內傷啊，8年無冠內傷啊咩酋長球場啊，雲家手上面嘅玩具啊，或者即係點樣啊，刮佢10巴掌啊，依啲標題我哋都出過啦嚇，或者叫我寫過出過嘅嚇，咁又如何咧？即係我覺得雲家就係俾到我哋嗰個最大嘅，點解而家大家咁多人尊敬佢咧？全世界咁多人尊敬佢啊！我諗而家呢一刻。或者往後你都找不到另外一個教練可以做到，即係 sorry 那些摩連奴啊、哥迪奧拿的粉絲 sorry 高普的粉絲 sorry 他們永世做不到這一刻的，是雲家的，因為時代不同，時代已經不同了即那個，但是即等於我們批評雲家跟雲家為阿仙奴付出，他不是想害阿仙奴，即其實他做的每樣東西都是想為阿仙奴是好是進步怎樣力挽狂瀾，只不過出嚟嘅成效冇話 guarantee 一定係100%，一定係 OK。同埋喺咁多年裏邊，其實我唔知兩位係咪啦，睇到啲體育新聞咧，其實係仲多過睇正常我哋入一般嘅新聞。即係一見到大部分嘅新聞都係圍繞住雲家。或者點樣講啊？我每朝起身第一樣嘢係先睇體育新聞，先睇阿仙奴嘅新聞。跟住你就會見到，其實就算係講阿仙奴嘅嘢，其實裏邊覆蓋咗有80%以上都係關雲家事。即係所有你見到我哋基本上日常嘅生活裏面，其實雲家雖然你話齋，我哋成日都會話佢，但其實佢某程度上係可以融合咗我哋嘅生活裏面圈子。即係突然間我諗緊，當下季我哋再見唔到呢個老朋友嘅時候，咁仲係咪嗰個阿仙奴咧？究竟我會嚟緊會睇緊啲乜嘢咧？點樣去再用一咩嘅心態去撐阿仙奴咧？即係好奇怪啊！我感覺其實近呢幾年講起呢個問題嘅時候咧。我都曾經有啲即係有一啲嘅論點出過嚟，我就係話一個領隊在位咁耐咧，無論佢好唔好唔好到，佢離開咧一定會帶嚟一個震盪，因為佢實在在位時間太耐。咁但係而家如果呢一刻我哋感受落去嗱，職業球員有佢哋職業嘅典範啦，或者球會佢哋有佢哋嘅即係點樣好無情啊，即係好理性嘅管理啊，可能就唔係咩一回事。但係呢一種咧，原來對球迷個震盪嘅感覺咧係最強烈。是一定啦，真係即係你冇辦法啦，冇即係就算係啦，點樣大力鬧佢嘅，喺呢一刻都會係因為感受到即係尊重佢會唔捨得。因為相對你可能球員，因為佢哋專業球員，佢哋唔可以放太多嘅情緒激情喺佢哋嗰個工作上邊，即係或者佢哋表演踢緊波，即係佢哋唔能夠話因為雲家離開咗我踢得屎咗就係大有即係或者好傷咁，但係我哋唔係，我哋球迷可以無限量放大我哋嘅情緒，我哋無論喜怒哀樂，當你一面對一件咁大嘅事，我哋可以好，有啲人可以好開心歡天喜地，但我哋都可以好傷感，因為我哋唔使專業啊嘛，球迷唔需要專業㗎，係咪先？即係我哋可以將我哋情緒釋放出嚟，咁相對就球員啦、球會嘅職員可能就冇咁大咁誇張嗰啲。咁另外仲有嗰日就係有啲記者朋友啊，即刻俾電話我啦，嚇咁就問啦，喂你係點睇啊？咁樣樣啊，呢一件事啊咁啊。我又答到好得意喎，其實即係再對上一個禮拜咧，即係唔夠一個禮拜咁啊！東方嗰邊咧咁啊，問我叫我話關於雲家最近嘅狀況咧，你不如寫幾句啊，評評論下。咁我
咁我諗起呢個大時代股神逆天嗰種嗰個必勝法，就係、是、及早離開。咁交好個交俾老編啦。結果佢又前前後後加咗好多嘢上位，咁啊出咗篇報道文章啦。及早離去，唔夠一個禮拜，就出嚟啦。呢個消息我覺得好複雜，我感覺唔關我事噶。我真係，其實我哋大家都覺得佢。即係有機會今季之後離開，或者係最多搞多一季就要走啦。即係大家都覺得好似，即係佢未走之前，大家覺得喂，好似受夠啦，或者嗰個重複嗰個 pattern 好似夠啦。但係一件事好似即係但係我覺得去到即係我覺得如果佢係其實依個係高明地走嘅。如果你話佢如果今季真係要走嘅話，佢喺馬體會之前，佢係要話我宣布離開啦，即係好過佢，即係大家睇啊，大家都覺得你冇歐霸就更加大鑊啦。咁而家喺馬體會之前，你先講咗，即係將所有冇咗反雲同埋即係大家最後一刻嘅集結集氣啊！即係雲家用佢自己最後嘅咩辭職嚟幫阿仙奴集氣咯，最後方式嚟集氣。即係我覺得呢個唯一係我覺得佢做呢樣嘢係有考慮到呢個。我都好同意 Tommy 嘅講法，事實上今屆或者上屆。只是知道他再續多兩年約的時候就是舉世譁然、舉世譁然完之後呢，我都跟球迷交流的時候我都說，但是這兩年他真的未必教得足，因為今年就好看啦，如果你就是說拿英超冠軍或者起碼神早入冷前四不會跌出來的可以安然無恙，但不是嘛，不是的話呢，很老實說球會不動你，你自己都要走了，現在呢好討論下去，大家都很喜歡聽那些陰謀當然啦，如果你問我嘅，我就會覺得偏向係球，亦都有啲 ESPN 或者 BBC 嘅記者朋友都報道咗，係球會俾壓力，你自己向外界交代，即係其實都係一種軟性嘅炒魷魚嘅手法嚟嘅嚇。咁啊，我唔覺得球會無情嘅，事實上球會對雲家咧又好有情嘅。嗱，特別係大家好討厭嗰班主高安基，其實高安基係最 support 雲家嘅。你諗下三年。贏完後城攞足總杯，終於結束八年無冠的一個錦標方，三年合約，跟住再啱啱季尾舊年再俾多兩年，呢啲全部都係個最大股東、最大老細嗰個意志嚟嘅。咁所以大家評論高安基嘅時候，我又覺得咧有少少咧，即係反而佢係一個商人之餘咧，佢都係比較講感情嘅一個嚟嘅。咁當然啦，感情可能因為雲家又真係幫佢揾到錢啦，都吸得冚啦，搞到啲嘢。咁但係你話，那個 CEO 啦，加迪斯齊啦，佢始終佢都要即係佢有佢嘅管理嘅手法。咁睇到近年嘅成績不振，都已經唔係話入前四有歐冠資格就算，而家入前四都好困難。再去到你話係舊年咁樣嘅掙扎，所以我哋舊年嘅應該話喺下半季一開始嘅時候，大家咪聽過話想添置個體育總監嘅職位嘅，咁雲家續約完唔續約就好抗拒呢一點咧，就係話做乜要擺到個體育總監埋嚟先嚇，搞到佢嘅權力咁樣咯。係啊，咁你即係可喺嗰個時間鬥爭咗好耐，搞到球隊嘅士氣都拖垮埋。舊上屆嘅下半季，不單止嗰兩大天王續約完唔續約，講幾耐，已知道個成績又冧曬檔咁，就係好彩臨尾扭一扭三後衞，再加個足總杯冠軍嘅啫。即係呢一度，其實嗱，呢個過程裏邊，雲家自己本身，我個角度睇係要負翻上好大部分嘅責任，係令即係球隊個士氣不振呢方面。呢個係啦，即係之前都有講過喺節目當中，曾經都講過就話，即係雲家唔應該咁遲先宣布續約唔續約，佢好厚啊，好厚，即係嘅某程度上奧斯爾同埋新尼士續唔續約，或者其他球員點樣睇都好睇雲家嘅頭。咁但係你唔續約，大家都可能都即係。個專心唔多，即係佢自己後來都有講過，話佢即係咁遲先宣布續約咧，係有影響到球隊嘅事，佢自己都孭咗呢個責任喺度。嗱，你問我，我覺得喺啱啱對上嗰次續約裏邊，我覺得係加咗啲條款，係我哋睇唔到。我覺得好明顯，即係你作為一間大公司嘅機構，老實講，我再俾多次嗱呢、這個兩年嘅 contract， 老實講係俾面你老人家嘅，我俾一年你。好似好唔信任你咁喺外界嘅角度，係咪先？我比夠兩年你好睇，但係可能其實有一啲 internal 嘅條款係可能講咗嗱，老老實實啦，你今季嗱起碼都前四就咁㗎啦，係咪先？咁同埋
你同我搞掂啲續約啊、kick card問題，即係要將成個阿仙奴嘅面貌要扭一扭佢啦。你唔可以再重複翻以往嘅問題啦。咁但係好明顯出嚟個效果就係、都係重複緊啦，都冇乜點大嘅變化。咁直至到去到呢個位置就可能其實我估啊，可能十二月嗰陣時候其實都聞到魷魚香，其實佢哋應該有傾過。即係唔會話係今時今刻突然間禮拜五哦得你啦就得，其實唔係，其實根本一路佢睇到，當你都差不多確認係爭唔到前四嘅時候，其實可能都已經係傾好咗數嗰樣嘢。幾樣嘢啦，嗱，一個合約嘅談判專家的 Law， 咁呢個人九月份，舊年九月份就已經離開咗阿仙奴，好明顯係將雲加身邊第一隻棋的走咗先，的走咗先啊，咁啊嚟咗個新的合約談判專家叫胡斯法美啦嚇，咁啊譯譯音啦呢個啦，但大家上網 check 一翻，咁以至到未到年底又有個新的球探啦，係嘛？呢個球探大家知道佢多蒙特過嚟米斯連達特，佢唔係真係揾球員嘅，甚至乎當年多蒙特嘅一啲訓練嘅模式方法，佢就提供咗好多嘅意見啊。咁即係話呢個人都已經係所謂球探，但其實個權力又凌駕於一般球探之上，咁亦都有巴塞嘅嗰個嘅一個嘅體育總監啦，桑列伊啦，咁亦都係過埋嚟。咁呢一啲好啊，我冇一個所謂體育總監嘅角色，但係呢啲人一個、二個、三個擺曬喺側邊，你知道咩事？係，你知道咩事？你合作得到咪好咯。咁但係你自己成績不振嘅時候咧，咁啊大圍就可以全世界喐你啦。就是咁樣樣，咁我都覺得是新人事新作風啦。我唔覺得阿仙奴球會高層有任何做得唔啱嘅地方，點一樣嘢。同埋仲有一個重點係下一年就據聞就係好似係阿太子上任啊嘛。嗯。咁就變咗可能都真係新人事新作風㗎啦。其實即係安高基個仔啊。係高安基個仔咧，就下一年就會上任。咁你老實講句，可能其實佢未上任之前一路都睇唔順眼好多嘢。因為那個大家隔了幾代啦，係啦，隔咗幾，即係佢覺得喂冇理由啊，即係我哋話咧，有時候我睇喂重複又重複又重複，每一年都重複犯嘅錯誤，即係後防問題啊、簽約問題啊、簽球員問題，你係不停咁將件事重複嘅時候，睇唔順眼係好合理嘅。Eric， 即係問你啊，即係如果雲加唔係阿仙奴領隊，佢係車路士或者曼聯嘅領隊，佢呢幾年帶到咁嘅。我諗我哋對佢個批評都體無完膚，無以復加啦。只不過佢對我哋有感情，佢係屬於我哋亞仙奴點解啫嘛？先會出咗嗰啲話咩批評佢就唔尊重嗰啲咁迂腐嘅思想嘅啫，係咪先？但其實唔係咯。你倒翻轉頭佢第二隊嘅話，我諗你都真係罵到想一定啦，係咪先？即係咁樣樣啦，係咯，新人新作風，即係而家嗰啲年青嘅揸撇人啊，即係嗰個世界又同。以往嗰代又好唔同，即係節奏快咗好多啊！依家即係你新嗰一批人，我哋節奏要快，成績你要見到，你唔好同我喺度蹲，唔好拖時間。即係已經唔係話下下同你講情緣，喂點樣講感情，喂好現實嘅，成績到就到，唔到就拜拜啦。咁似係咁嘅原因下面，即係嗰啲可能同你講嘢都唔望人嗰啲啦。即係我呢啲角色我都飾演過。就是这样的世界，是真的，真真正正是就是这样的。那么有机性，那么理性的话，其实云家甚至乎不要说什么，他公开高层公开要炒，你都不可以说他太过无情。现在都可以叫做是给一个好好的落台阶。是的，那你估估下，是又好不是又好，总之他就是这样宣布了。刚刚云家今天最 update 就昨晚的记者招待会，他即長波之後，他就講咗咧，就話喺季尾離開的時候咧，先交代，會唔會好清楚交代一切？咁啊，到時咪大家又再看看有啲咩進展咯。頭先諗咩 ？Tommy 的講法都係喺依個時間係集氣，即係你可以話叫做唔係咁好之餘，都係最好。你諗下，如果輸曬嗱，即係當嚇，萬一對馬體會輸嘅，或者第一場面嗨嗨嘅，進唔到級嘅，咁你先嚟咩嘅時候呢冇咗光環，更加冇曬個光環。係啦，而家你就話大家球員最後幫你谷埋依八場，谷盡八場，而佢提早話離開，跟住最後攞埋歐霸，咁其實佢都入到決賽就有八場喎。係啦，入到決賽先八場啊！即係最後谷埋依八場，你真係攞到個歐霸冠軍嘅話，其實過到馬體會，咁我哋變成排熱嘅啦嘛。嗯，啱啱先話你到時你掉低個最強嘅，即係你再殺入去嘅，你就變咗係。打即是叫最強的，你是大佬嚟㗎啦，個呼聲更加大啦。再加上即係又好奇妙地又去翻法國
係咪先？去翻李昂踢喎，係咪先？咁可能到時就更加老家鄉嘅人嚟嚟撐你啦。如果對馬賽嘅話，個意義更加重大啊！係啊，即係大家知道當年雲加喺法國球壇即係享負盛名嘅時間，就因為馬賽副班主塔比當年使咗好多黑手段。咁啊，除咗話令到自己嘅球會攞冠軍之外，亦都影響咗其他球隊。咁當其時，雲加就係屬於咧對呢啲黑勢力好反感嘅其中一個嘅教練領隊嚟嘅。咁但係因為咁樣樣咧，都俾人吞噬埋，所以佢又黯然離開摩納哥，被炒，跟住就去到日本執教往後就係咁樣樣個故事嚇。咁啊，所以佢對馬賽嘅話都有個好異樣嘅情感啊。如果入到決賽對馬賽嘅話啦。但我自己個人支持薩爾斯堡紅牛多啲嘅，因為薩爾斯堡紅牛嗰邊有啲好新派嘅教練咧，嗰啲新嘅思維咧都好想睇下。不過啫，好再後話啦咁樣樣，係咯，成件事就係咁樣演變落去，以至到你話我一直以為曾經阿雲加今屆能夠說服埋山崎士，最後都會簽約續約嘅，咁但係結果就反其道而行啦，咁但係另外一啲嘅舉止動作，大家都可以細味一下，其實都唔簡單嘅。點樣喐走曬啲人啊？奧巴美揚頭先教咗時候，我講咗啦，結果佢都嚟咗啦，即係已經唔需要你雲加立口噶啦，呢一樣嘢要嚟就嚟嘅，唔係佢話事啦。另外一啲好核心嘅球員，哪管唔係一定正選，和學特、張柏倫、基奧特呢班啊，傑比斯呢班，唔好理佢表現係咪好穩定都好啦，呢班人。長年累積下來的那個默契一下子哇你叫即放走了、山崎士我想說一點其實山崎士我覺得雲家一直都在忍他即忍他那種球霸其實如果雲家的理念其實都是 打小組、或者什麼但山崎士就即要球權那個時間要多其實有時候我覺得他拖慢了節奏但是沒辦法即我們唯一的大腿當時他真的入最多球所以雲家一直都在忍他咁續唔續約？其實我諗去到今年嘅即係啱嘅暑假時，雲加最後都想賣嘅，因為知佢唔續噶啦。但係諗住即係揾唔到個人代替，佢就唔賣，寧願搏一搏，即係搏佢會唔會即係我哋回心轉意。回心轉意又好啦，或者幫我哋入即係入到前四，因為始終唔夠嘛。到冬季其實我覺得都幾震撼地咧，因為咧即係張伯倫走咗之後咧、其實冬季轉會嘅時候咧，我哋三個最主力嘅射手和確特。山崎士、基奧特三個同時間走，其實呢三個係我哋呢幾季裏邊最穩定嘅得分者嚟嘅。哇！即係三個突然間冇曬，你唔知道即係拿卡石迪嗰陣時又傷咗啦，跟住你奧巴美揚真係唔知得唔得嘅喎。你如果咁樣入到嚟下半季真係散曬嘅，佢又踢唔到歐霸。其實我嗰陣時覺得即係依個賭注都幾大，但我唔知道這個係雲加決定嘅賭注啦。因為有啲嘢要基奧特又要想踢世界盃啦，係咪先？即係和國特又想踢世界盃，又想揾出路啦。但係你而家霎時間在呢個冬季轉會放了三個，連埋山崎士啦，山崎士都係逼嘅。三個是我哋不嬲入開波嗰幾個人，即係三個人唔冇曬啦。突然間你揾一個入嚟，夾唔到隊波，入唔到嗰個 JJ， 即係。但係你話山崎士嗰度，我其實一早都覺得賣我唔覺得可惜嘅、因為我真係唔係好中意佢嗰個球場上，我哋話齋除咗球霸之外咧。佢成日埋怨隊友嗰種態度，係啊，即係影響到呢一。你好黑人憎，咁你就成日推甩波啦，你就成日交失波啦，咁點解人哋又唔埋怨你？即係佢成日都會好似覺得一成日攤出手出嚟又話人。所以雲加係忍緊佢呢，即係我覺得佢放佢上場係一路忍緊佢呢一樣呢一樣。影響更衣室嗰個秩序。有忍耐佢。正就係管理嘅嗱，真係唔好意思咁講句，正正就係管理上邊雲加嗰種無能。即係佢過到曼聯，如果學識 Eric 咁講，山崎士應該走埋中啊，補巴兩錘啦，係咪先？喂，搞乜嘢嘢啊？而家我要波定你要波啊？我俾個波你，你又成日扭失曬咁樣。即係你睇個曼聯完全就兩種態度，甚至乎我覺得佢削弱咗自己，即係咁樣樣嚇。OK， 咁代表咗咩咧？都係有教練唔同嘅治軍嘅，即係嗰個嘅手腕咁啊睇到，即係依個分野好明顯，無形中咧。即係由往嘅雲加身上碰得到呢一啲咁弱化咯，係啦，係啦，即係好無情嘅呢一樣嘢咁啊，係咯，即係一啲嘅子弟兵，尤其是英國班底啦，和仔、傑比斯、張伯倫全部離開曬呢一樣嘢，我哋會諗究竟雲加覺得係時候要放啦，放生你哋啊，定係都唔到佢話事？又或者佢聞到自己有就唔撈味啦？
啊，咁啲子弟兵如果真係要行嘅，咁就又揾到好嘅路數嘅，走啦，走啦，我睇唔到你好耐啦。咁、又或者即係知道自己教得唔耐啦。咁如果同一班人，如果可能話，即係有啲球迷好好得意嘅諗到呢啲嘢，話如果下一任教練教用呢班人用得好出色嘅時候，咪即係代表咗你乜嘢？唔係嗱，但係調翻轉，調翻轉呢啲咁嘅講法。但係調翻轉，但係我覺得成個冬季轉會係非常之成功嘅。嗯，即係你睇翻，就算萬一我哋今年冇得打歐冠，即係你睇翻我哋前場，即係奧斯續咗約啦，有奧巴美揚啦，有蘭卡石迪啦，有米希達恩啦，其實個升級卡士喺度。如果我哋呢個中季轉會冇扭轉到，奧斯又唔續約，山崎士唔續約又唔走，係咪先？得翻無國特、基奧特喺度，係啦，咁可能仲大鑊。其實你調翻轉係咪？我唔知雲家喺呢度有幾幫幾多手，同埋新嚟嘅一啲體育總監啊，各樣嘢幫到幾多手。但係我承認今屆冬季轉會阿仙奴係做得係比所有冬季轉會最出色嘅事。所以咧，如果你咁講嘅話咧，我自己個人個偏向嘅想法就係、是、咧。是新的管理層的作風呢、令到呢有這個 Tommy 覺得成功的情況出現了，即是有雲家放手，有很多東西逼了他放手，即如果萬一即最 worst 我們入不到歐冠，你真的找不到一些球星來的時候，可能我們有一些跡象在這裡、即你可能要用錢你都買不到一些這樣的球員，奧巴美揚都未必來啦，米希達恩不來啦，是不是？即你現在奧斯也肯定不續約，但是你現在你一下搞定了，你起碼掃除了一些前線上攻擊球員的卡士啊，即係後防反而易買啲。即係你前面奧斯爾、奧巴美揚、米達恩加埋拿卡石迪，其實如果冚得好嘅話咧，喂都加埋藍斯，如果再留翻低，其實真係唔弱。其實唯一我覺得個轉會出現一個救病就係基奧特嗰一下，即係你唔知你哋覺唔覺啦？對上嗰幾場，當每一次阿仙奴出現即係作客啊！一拉的時候你就想起基奧特的了、如果這個時候有基奧特出來幫手頂一頂，有那個銀河唯一那一下、就是差了，好像昨天那球、基奧特大家看到了、講到美斯式入球、一個扭五個、樣都入、就是差了這一，因為我們現在其實前場的球員呢、類型很類似、都是一些比較、纖瘦一些、力量不算很強、都是偏向速度技術型的，就是好像以前他在那裡時候就嫌佢慢，又話佢入唔到波。啊，你唔喺度嗰陣時候就覺得好真。基奧特我諗又有個好大嘅嗰方面，就係佢走嘅時候都其實都幾近一月31日噶啦，即係最後嗰一兩日噶啦。咁佢個功能上面仲多樣嘢，佢唔走奧巴美揚嚟唔到喎。係啊，因為佢唔走巴舒亞伊就過唔借唔到去多蒙特。咁、多蒙特冇依個人嘅時候，奧巴美揚又過唔到嚟啦。即係有。即係呢個三角關係啦，即係類似。所以你都冇辦法，基奧特都為咗我哋，當為咗我哋犧牲啦。同埋佢自己都想佢，即係佢又想留翻喺倫敦，跟住佢又可以踢到世界盃，上多啲正選，咁佢知道自己喺阿仙奴嗰個前景亦都話好 OK 嘅。咁或者就真係睇睇啦，雲家喺季尾啦，完成曬所有嘅賽事之後，睇下佢會唔會有一次公開的，即比較詳盡一些、令到球迷又可以了解多一點，或者等緊佢的新自傳啦，因為都好多人話要高價請佢寫自傳啦，出曬價錢啦。雲家個經理人話呢件事完曬先再傾，咁我諗有啲自傳大把啦，佢真係唔休啦，去講下波，做下評論啊，出席一些商演活動啊，嚟下中國兜個圈啊，咁樣樣，哇！嗰啲錢就舒服啦，揾嗰啲錢啊。即回顧一下啦，或者趁第一節嘅仲有少少時間啦，我哋回顧一下啦。即由1996年嘅9月底開始話知道雲家會嚟，以至到個10月頭就真係正式上任。成個過程到而家，我諗真係首先要講一樣嘢啊，我成日要提醒翻大家，三後衞呢個陣式，好似舊年阿乾地用咗成功之後咧，大家以為淨係乾地識得用。我成日要提醒翻大家，雲家嚟到嘅時候，阿仙奴就係三後衞。嗰陣時佢執到係亞當斯、保特同埋基昂三個㗎，咁啊一對翼位就係温特本同埋阿李迪神咁樣。大家一定要記翻歐洲大陸嘅教練三後衞，其實佢哋好早已經係可以運用得好純熟㗎啦，即係只不過佢又好耐又唔拎翻出嚟用解嘅啫。咁啊嗰輪嘅時間，我諗係俾到一個好新嘅氣象。阿仙奴係一支最 in 嘅球隊。即係我感覺嚇，即係成個英格蘭嘅球壇裏面係獨樹一格，係阿仙奴呢隊波踢出嚟嘅波係好睇嘅。
係嘛？係有腳法嘅，成班人係嘛？同埋即係中意進攻嘅，係精彩嘅足球。咁啊，雲加就一嚟到已經可以喺好難得極短嘅時間之內咧，就能夠 show 到呢一樣嘢。咁我唔知阿仙奴個班底本身係咁啱咪得得冧，係可以配合得好啊，定係因為佢化腐朽為神奇嘅嗰種嘅功力啊？蘇仁係好犀利嘅一個教練，真係。就係、是、即係嗰個高貝利嘅年代啦，就係最初期啦咁樣啦。咁啊，亦都係將嗰陣時嘅球隊裏邊嘅嗰啲，即係嗰班大哥啦，酗酒啊，生活唔檢點啊，完全將佢哋咧改變曬，改曬個餐單。早前阿麥神咧都講過話，即係雲加尼道都有教佢哋落糖啊，點樣搞啊，令到啲糖係融入到啲咖啡度，可以吸到啲糖。有講過呢一樣，即係我忽略咗呢一段。即係佢哋都有講過雲吉尼道係扭轉，即係食方面咧，要佢哋即係點樣食，即係餐單啊，都係雲吉批過俾佢哋。即係佢哋即係好科學，以前英國係冇啲咁科學嘅一啲營養學嘅，即係雲吉係放即係有啲書卷味。即係大家都知以前邊個會著西裝落去即係大波啊？個個費格遜當年佢就著雪啫嘛，係咪先？到雲吉尼道即係先至個個。教練而家個個著住西裝打呔，唔好話係英超，可能成個球壇都係，但我唔敢講。但英格蘭一定係。以前當其時，杜格利殊啊，你睇翻利物浦以前佢哋都係著件利物浦嘅波衫，拉住拉鏈 check 出落去啫嘛，著住波 boot 咁樣教練啫嘛，邊人著皮鞋打呔啊？冇啊，係雲加先帶領呢個風潮，大家個即係後來費格遜先改曬啫嘛。以前費格遜咪著住對波本咬住口膠，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就算去到依一刻嘅雲加，我會覺得可能成績上面真係比較肉酸，唔好睇都好啦，未必真係完全係雲加嘅問題。即係話佢雲加可能你依家叫帶第二隊，可能會做得唔錯，只不過就可能雲加已經係 stay 咗喺阿仙奴咁多年啦。冇曬化學作用啦，因為嗰啲咁嘅同事啊、架構啊諸如此類，令到佢哋已經係好似喺綁死咗個舊友嘅框架裏邊。喂，我好同意 Eric 呢個講法。咁啊，早兩日咁啊，一啲留言啦，咁有啲球迷就即係啱啱就討論到話，關於雲加如果離開咗阿仙奴，可能去第二隊教咯。咁有位球迷嘅留言，我就覺得好令我不爽。佢就話。哇！唔好走去第二隊害人啦、啊。咁我問佢，佢係咪走去第二隊害人？個成績點樣樣成為事實咧？咩都未成事實，你點解咁樣判斷咧？咁佢就覺得雲加因為而家咁樣，所以將來都係咁樣。咁但係我就同阿 Eric 同一個諗法，即係我實講喺個環境有時你冇曬化學作用係冇辦法，你點樣扭都扭唔住。但係你同樣你去到第二個地方，可能佢自己都能夠扭轉翻自己。一啲嘢即係唔知㗎。咁或者佢又唔教波咧，咁咪唔使煩咯。即係我都會好認同呢個嘅，因為你對住唔同嘅人有睇嘢有唔同嘅角度，係啦，發生嘅事都會唔同。但係我夠對住一班舊同事，可能大家已經相處咗十幾廿年，你要去改變，就算你個腦裏邊有呢個思維都好啦，你想隨便去改變其他同事嘅諗法或者行為模式，真係唔係咁容易。或者日日都去翻呢個球場啊，日日都係即係見到呢啲嘅嘢嘅時候，可能自己都有淹沒。衝擊不到自己咯，或者簡單啲講句啊，譬如你家中家庭嘅成員，你日日見到佢，或者你見到佢有好多缺點，日日都磨你啊嘛，係啦，你都想改變佢㗎，得唔得咧？唔得噶嘛，係咪先？因為你已經對咗佢咁多年啦，唔係話你想改變佢就改變到。你好似講緊你自己。唔係咁講。好身同感受啊！即係個比喻啫，比喻啫。比喻好好啊，你明？好，你好比喻。又或者咁講啊，喂，即係佢嚟到阿仙奴，就咁大家早幾個月前雲加一篇報道都講過，佢最初嚟到阿仙奴嘅時候，個球會好少人嘅啫嘛。咁可能連埋職員都係廿零個咁樣樣啦嚇。而家過百人嘅團隊係咪先？嗱，即係亦都印證到一樣嘢，佢嚟到嘅時候，癲恩大衛癲恩俾個好大嘅權力俾佢。呢啲又管下隊波又管下，可能個後欄又管下，更衣室又管下，喂個球場點樣建造又管下咁樣樣，設施點樣改善又管下，乜嘢即係變咗一人嘅手段咧，係可以操控到好多嘢。但係而家唔得啊嘛，即係而家你要聽 CEO 話，係咪先？又有咁多其他職位嘅人喺度，即係已經時不與我啦。即係呢一樣嘢又唔同過以前嗰個嘅玩法。咁我諗成件事，所以佢一路教落去嘅就係。做一點好得意嘅，嗱佢98年攞雙料冠軍啊嘛，
零二年又攞雙料冠軍㗎嘛，呢兩年咁啱咧，呢兩屆咁啱都係世界盃年。嗯。咁嗰陣時咧，我成日以為諗啊，唔到世界盃年，文加尼射勁嘅。咁啊，期待個零六年啦。喂，零六年啊，啱啱入前四，但係打咗歐聯嘅決賽。啊，呢一個好關鍵。我覺得文加喺酋長球場建造要負擔一筆財務嘅時候，嗰、那個階段其實有兩個位，有兩個位。其實可以幫到雲家，但可能佢欠運啦，真係欠啲運就歐聯決賽。嗯、如果贏到巴塞係另外一個世界。嗯、加上同埋零七至零八年嗰屆大足大半位，最後都係能夠攞第三。啊、但係嗰屆都有八啊四分攞第三，係、嗯、嘛？即係你如果呢兩年裏面能夠攞到呢兩個冠軍咧，哇！雲家嗰、那個嗰、那個光芒啊、嗯，我相信比而家仲要厲害好幾倍，更加攞到歐聯冠軍。同埋你嗰陣時啲年青牛奶仔嘅班底，佢攞到個聯賽冠軍，你可以掃平曬一成，你可以真係大聲講金元足球。譬如我鄙視你，我因為我可以打低你咁樣樣，差少少。即係我覺得依兩點係我戥佢可惜嘅。冇辦法啦，人生嘅嘢有多時都唔係話樣樣都如意嘅咁啊。如果你話雲加當年真係攞到歐聯冠軍，亨利都唔使走啦，係咪先？即係亨利唔使走，可能亨利都一路喺度踢到可能掛靴，係咪先？即係好多時都冇辦法，冇如果。係啊，即係呢幾點啦。好啦，咁我哋第一節就嚟到依度啦。咁啊，提提大家啦。咁啊，呢個冰創世界啦，成呢個傑出亞仙奴啦。仲有第二節㗎，分兩節嘅我哋嚇，我哋咁樣嚇咁耐先見面，梗係要傾耐啲啦嚇。咁啊，第一節就要去翻阿 Tommy 你嗰度嘅。係啊，頻道啦，咁啊，我都會擺上去。咁我同埋亦都會分別擺一二集上去嘅，大家放心啦，一定揾得到啦，冇人揾唔到我哋啲節目噶啦。咁第二集就嚟翻我嗰邊啦，球迷直播室嘅呢個 YouTube 嘅頻道啦，咁啊可以睇翻呢一次嘅呢個節目嘅 Part Two 嘅部分啊。咁啊 Part Two 部分我哋都預告下會講啲咩嘢先啦，好唔好啊？就係我哋就你一個講咯。繼續回顧啦，繼續回顧下啦，咁啊，亦都係講下雲家嘅去向啊，或者認為亞仙奴未來嘅去向係點啦嚇。咁啊，仲有嘅就係話大家好中意聽嗰啲就係嚟緊邊個做教練啊。咁我哋幾位亦都會係發表下我哋嘅意見啦。咁我哋下一次再見啦。OK。Yeah.